记得吗？摇呼啦圈嘛，要摇呼啦圈嘛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要摇呼啦圈，还要吃东西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示范给这几位看一下，好吗？让你们看一下有多有趣。我们示范组请上台来，好吗？示范组的两位先生，快点走路快一点，来快进来。对，要看我呀，好吗？只有一位啊，哈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两两一组，然后呢，其中一位看你们决定谁要用手摇呼啦圈，然后摇呼啦圈的那一只手，他还会拿着一个食物。那么这个食物呢，就是待会你自己抽，从袋子里面抽到什么食物就吃什么食物，有鱿鱼丝啊，有热狗啊，有乐团圆。想要说什么吗？嗯。所以主角面包要跟我们两个多人一起示范，对不对？
谁要就巧克力嘛，你要咬还是你要吃？同学吃吗？对不起，我在吃你的。想看同学吃巧克力吗？想。等一下，孩子们，你要想看他吃香蕉。香蕉是什么？想看香蕉有举手吗？我们还有一滴香蕉哦，还有一滴香蕉哦。说要香蕉就有香蕉。等一下，没有，你不吃香蕉。是吗？好的，没问题，那就吃巧克力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好了，我们要养呼啦圈，可能是要看谁吃最快，有时候比速。对，基本上是要比速度，但是我们原则上是一个好笑的概念而已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一组一组来嘛，分开来，不要一起来。可以，我们可以分开吗？分开来，避免大家互相干扰。好，来，那请问哪一组？同学先来好了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香蕉配巧克力，觉得怎么样？两个一起。他说他不吃。一次拿两个。好像不错哎，香蕉巧克力。对啊。这个味道滋味很好。哎，他已经准备好了。OK， 我们后退一点点，以免被呼啦圈打到，好不好？会有点危险的。你先转好之后，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吃了。如果你觉得 OK 可以吃，你就吃，好不好？请享用。而且刚刚看那个大哥，对，要吃很久。对。